今天为各位介绍 RFID ETC 系统的硬件选型，主要从 ETC 硬件构成和各模块设备选型两个方面来说。ETC 的硬件组成主要为车道控制器、RSU 和 OBU、e。ETC 车道与传统 MTC 车道建设相似，主要由 ETC 天线、费额显示器。 自动栏杆机、车辆检测器等组成。ETC 天线模块主要按协议方式的话分为两款，即单模天线和双模天线。单模天线就只支持地方标准或国家标准当中的一个标准的天线，例如湖南、贵州是仅支持国标的单模天线，广东的旧款天线也是只支持。 广东的地标的单模天线，双模天线的话，就如福建、广东，例如现有使用广东地方标准的天线，后来就有了国家标准，因此又产生了兼容国标的新款天线。天线按使用方式分为三种：单天线、一拖一双天线、双独立天线。 一拖一双天线是最老的双天线模式，就是一个天线电源适配器和天线相连，然后天线旁边的地方，在同一个横杆的地方挂另外一个天线，这两个天线用一个线缆串联组成，目前使用较少。双独立天线是目前市场主推的安装方式，该方案使用方式是在。 一个立杆上，根据车道行进方向，前后装两个横杆，在前后横杆上分别装一个天线，而且每个天线都和一个天线电源适配器相连，因此才称之为双独立天线。天线设备包括天线和天线电源适配器，天线安装在 ETC 车道的正中央上方。 天线电源适配器安装在车体内的 ETC 机柜里面，通过一根十六芯天线把天线和天线电源适配器相连来通信。天线电源适配器通过串口线和工控机的 COM 口相连来进行通信。费额显示器模块，费额显示牌的作用是显示车辆的关键交易信息，如车牌。 车型、入口、金额、余额等信息，方便区分正在交易的是哪辆车，车型是多少，从哪里进的高速，收费金额是多少。储值卡的话，还会显示余额是多少。费险一般按品牌常用的分为：李哥费险、恒富威费险、欧迅费险、华工费险等。 费显的接线方式是根据费显内部集成方案来进行的。如费显是否集成了红绿通行灯和报警器的控制，有的话就通过一根电源线和一根数据线连接就可以；不是的话，就需要根据几个独立设备用几根独立的线缆来,来单独控制。费显电源是通过。 连接一个三星线到机柜内的电源二百二十伏空气开关来供电。数据通信我们一般用带有屏蔽线的二芯或三星线，最好采用带屏蔽的线缆。屏蔽线不能用来当数据地，防止因感应雷而打坏设备。自动栏杆机模块一般由箱体、机芯、控制系统。 栏杆臂四部分组成，ETC 用的栏杆机一般为高速栏杆，为了让车辆快速通过车道，抬杆时间一般都要求达到小于零点六秒，因为整个读卡扣款交易的时间在四百毫秒左右，如果栏杆机抬杆很慢的话，就根本不可能实现不停车，因此栏杆机是一个 ETC 的关键设备。 ETC 现在常用的高速栏杆机，按品牌来分，一般为德国 Magnetic 和新加坡德亚。因性价比的原因，现在主要都是使用德亚栏杆机。一般栏杆机的控制接线方法也是用继电器原理，系统一般是用两个继电器常开点来分别控制抬降杆，而不是用一个继电器的。 常开常闭点控制，虽然栏杆机的状态不是抬杆就是降杆，但是系统有时并不想限定，只能选择一个状态。系统还可以选择两个状态都不选择，保持原有的状态。因此，使用两个独立的常开控制点，是用继电器的方式来控制。因此，栏杆机的控制模式我们要选择脉冲控制方式。 例如，德国的 Magnetic 是选择模式四，德亚栏杆机是选择双常开控制模式，而不是单常开控制模式。车辆检测器模块，车辆检测器是通过检测线圈里是否有金属物体，然后把信号转化为继电器输出的常开常闭的开关量。环形线圈车辆检测器是一种基于电磁感应原理的车辆检测器。 它的传感器一般是一个埋在路面下、通过一定工作电流的环形线圈。当车辆通过环形地埋线圈或者停在环形地埋线圈上时，车辆自身铁质切割磁通线，引起线圈回路电感量的变化。检测器通过检测该电感量，就可以检测出车辆的存在。 检测这个电感量变化时，一般有两种方式：一，利用相位锁存器和相位比较器对相位的变化进行检测；二，另一种方式则是利用环形地埋线圈构成的回路耦合电路，对其震荡频率进行检测。常用的车辆检测器有华工车检器。 南非车检器，新软用车检器，车辆检测器有几个设置的关键参数，灵敏度提升 （sensitivity boot） 设置为关闭，频率设为中低。如果是几个线圈的话，要把相邻的线圈频率模式错开，防止相邻线圈因频率相同而产生干扰。存在时间。 Delay time 设为永久，脉冲方式设为进入，输出模式设为存在，延迟时间设置为 N 或者无。ETC 系统分为单区域和双区域模式。单区域一般使用三线圈，比较少用四线圈，现在最为普及，或者是湖南最新的使用的六线圈模式。 双区域一般都是使用六线圈方式，也有福建最新的八线圈方式。ETC 系统使用最多的还是物理六线圈、逻辑四线圈即触发存在抓拍和落干。